各位啊，我先跟各位报个雷哦，一切的冲突哦，都是因为我们的暴力妈周伯。哎呦，戴南起丢啊，我要当选啦，拜托了呀，金线呐，你我选一摆啦。哎呦，哦，他大概就是这个状况啦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我们的庭妃委员想干嘛。其实我对陈廷妃已经算很客气了，好不好？这家伙曾经告过我，你知道他怎么告我法吗？ 陈廷妃告我，然后告输了，对不对？不起诉，啊，不起诉之后他输不起，输不起之后他又再议，啊，再议之后，然后他还是输不起，然后他好像又在申请什么，反正就是他搞三次啊，哎，他是立委，我那时候小记者，他告我告输三次，啊，我也没跟他计较，啊，我也没有在脸书上笑他，我想说就算了吧，你告输就算了吧。 这笑很爱盖告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喜欢欺负弱小，告我告输三次的好不好？我们的妈祖婆，啊，这是，哎，这是打完了吗？这应该是打完了吧？来看一下，往前一点。 这个其实已经是，好，2号。 谁啊？妈祖婆？你看我们的妈祖婆，哇，她沉浮于苦海众生里面啊，吵架啊，吵架啊，吵架。哎，到底是在哪里啊？哎，严宽恒。 哦，妈祖，啊，各位啊，缘起是这样子啦，啊，缘起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啊，他可以抗告啊，就是他打输了，他可以申请再议啊，就是地检署打输了，他申请高检署再议啊，啊，高检署把他驳回，驳回之后他再抗告啊。 抗告之后还是无效，所以就是三次啊，跟三次就是他为了一个起诉不起诉打了三次啊，然后最后不起诉啊，就要告我告输啦，啊，但我也很有品嘛，我也没笑他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炒新闻啊，啊，来各位，我先跟各位讲哦，你不要觉得我干嘛来讲陈廷妃，没有这个妈祖婆就是一切的乱源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妈祖婆要去贴布条，她要去贴布条。 结果他要去贴布条的时候呢，造成了冲突，因为呢，国民党女立委就很受不了他，想要把他排除，然后他就哇妈走啦，拜托啦，麦搞我俩啦，他这个叫什么性骚碰瓷啊？国民党委员摸我啦，性骚扰我啦，啊，不要啊，我是妈祖，<笑>结印。 啊，各位啊，他说国民党委要性骚他啦，他说国民党委性骚他啦，哎呦，我的妈祖婆啊，好委屈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般若波罗蜜心经，般若波罗蜜，波罗。 啊，你看哦，妈祖就是这样，在苦海里面载浮载沉啊！啊，妈祖下来了啦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继续看，看到底妈祖婆怎么惹出这次的祸端的？啊，你看叶仁之这个直播主，哎呀，我要再给各位看一次，我真受不了叶仁之，他到底当立委还当直播主？ 来来来来，叶仁之，叶仁之。 友好性骚扰啊！友好性骚扰啊！友好性骚扰啊！我在帮他配音呢、啊，好、啊，他大概会讲这种话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这家伙，我兄弟啊，燕姿啊，他是假立委真直播主啊！我怎么讲，他这种做法、啊。
很多人可能误会说，以为说叶仁之这个是一个直播主，跟那个昨天太阳花那个一样哦，混进立法院，人家混进张宇在直播。哎呦，我懂内，懂内，搞无正经的，搞无正经的。啊，反正被排除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继续看。又是啊，好好笑啊！哎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再打起来了？反正他们就是要到处去贴布条啦。哎，几点几分啊？麦玉珍，奇怪了。哦，对对，你看，哦，这时候还没打。好，来，各位这边这边这边，来就这边，来你看哦，妈祖婆是不是在这边闹？哦，我打起来啦，我被打爆掉，啊，性骚扰！哦，妈祖婆在那边闹嘛，然后林淑芬就来那个助阵了。哦，我们的林淑芬三重，她已经不是妈祖了，三重拳王林淑芬来告教，哎。这阮妈做婆，我有爷啦，啊那啦，输赢哦，很呛声啊，呛声啊，你看啊，啊发生什么事情？哎哎哎，老兄弟来啊，来啊，哎，比会啊，来啦，来输赢啦，来啦，来小勇啊啦，冤家啊啦，啊，你看老人，哎，比会来啦，哎，大只的。你看，哎，老人来哦，哦，林淑芬，你看，刚进哦，刚播哦，哦，你看，我不知道这个立委是谁，你看啊，推推挤挤，推推挤挤，啊，然后这时候强势的陈玉珍还没有来，啊，邱若华被推走了，啊，啊，我操，你有看？What the fuck？ 我们的立法院到底在干嘛？哦，大破屌啦！我打劫啦！拜托了呀，永庆啦，我要选台南市长啦！你无我打，我会输林进县啦！嗯，秀芬嘛来个收听吼，嗯，秀芬嘛来个收听吼，宝博士一脸很无奈。好啦，坦克来了，啊，陈玉那个陈玉珍坦克来了，来看一下吼。翁小林，你挡到战备位置了啦！翁小林，去旁边啦、啊、你没有站立的，去旁边啦、啊、给专业的来，那个戴自行车安全帽的。啊，赶快啦，排除了啦！啊啊啊啊啊！我有镜头啊啦！啊，来看啊，就在那边闹啊！拜托啊，我要打劫啦，林淑芬，你看。一直吵着要那个哦，吵着要贴，好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哇哇，翁小林很凶哦，把他推走，吴佩益，滚蛋啊！哇，好凶啊，陈医生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哦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哦，吃了两三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。
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